来看看杨家的有劲瞬间。最近我又学习了一个好玩的红石机关，正好我家后面有一片空地，随便找一个地方挖一个坑，然后在这里呢放一个活塞，在活塞的上面放上一个盔甲架，再给盔甲架装饰一下，然后这样放上灵魂沙，再放一个活塞，活塞下面再放一个灵魂沙，最后放一个红石块，激活活塞将灵魂沙挤压出去，清除其他方块，在坑的下面撒上红石粉，接下来伪装场景。最后放下压力板，我们来试一下效果。效果不错，等到晚上带着小月来探险。 Later。 阿阳， 这就是你说的诡异之地吗？对，就是这里。你听说过 MC 都市传说吗？ MC 都市传说？对，就是 MC 都市传说，这里就是神秘怪物的葬身之地。阿阳，你那53岁小孩吗？MC 都市传说都是可乐的小故事，反正我才不信呢。救我！真的有鬼啊！小月，你不是不相信吗？怎么被吓成这样？哎呀，你回头！哎呀，你快回头！小月，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？小月快跑！